在科学园区台积电第一座的 Coas 厂5月动工，但是开工1个月停工了，因为工地发现了疑似遗迹，依照文资程序要安排现勘。差不多6点就开始赶工，有时候做到晚上都9点至10点这样子。以前都是那个台糖地，所以我也不晓得。 Coas 第一座先进封装厂才开始地质钻探，就挖到了疑似遗迹，要停工。天天关注工地进度的居民都觉得诧异 ，PTT 上更是引起了讨论。从不要怕盖台积电，2000年后也是个遗迹，到圈地建商哭晕厕所，网友还大歪楼，说历史系搞到了电机系，直呼历史系逆袭成功，历史系大胜利。停工以后就要保持原状，然后原状都不可以再有任何的施工。那如果有一些裸露出来的情形或地层啊。 因为最近的天气气候比较不好啊，最好是可以做一些初步的保护。专家评估，这一次台积电工地挖到的不是属于古迹，而是疑似遗迹。考古学家担心下大雨会破坏相关的文物，但是台积电什么时候能复工？公报本局发现了疑似的遗迹，那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呢，已经暂时停止施工，而且呢，我们已经邀请了文化资产的委员进行现场的勘查，也开了审议会。那委员呢，原则上呢同意呢抢救挖掘，后续。 将会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关规定来办理。2002年，嘉义太保曾经挖到了史前陶片，当时引起关注。而这次挖到疑似遗迹是否相关联，根据文资法，专家得现勘考察相关资讯之后才能判断。攸关众人目光的台积电工程，只能暂缓，不能轻举妄动。3立新闻廖国雄、王浩源、朱雨荣综合报道。